不能做什么啊？钢线，钢线能做什么？定时炸弹、科技甲。对啊，用那个斧头就好了吧。为什么有人在？哦，死掉的人哦，他们被绑在那里。哦，就是刚刚的那个食人族的，是不是？我的同伙，只是两次就没，要多 safe， 这也可以 safe 吗？不能 safe 啊，这要怎么 safe 啊？